兄弟姊妹，愿主赐恩祝福你。今日我要跟你讲起新年的目标。真侪人的目标就是要赚侪侪的钱，成功做工，成功做生意，这拢是好的，唔是唔对的。但是咱要记得，咱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，伊讲人就是贪着全个世界，失去家己的性命，有什么利益呢？你看到无？咱若成功贪侪钱，咱就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咱的性命是空虚的。所以呢，咱要怎样要有一个真好的目标？伫今年呢，我用几件事来鼓励你。第一，咱信主耶稣的人，第一重要的目标就是会晓感恩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好的，上帝是怜悯的，上帝祝福咱真侪真侪摆，医好咱的病痛。虽然2022年唔是一个真好年，但是咱感谢主，咱平平安安经过了旧年，进入了新年，所以咱就要向大彼王写诗篇103篇第一节到我第五节，伊讲什么呢？伊讲我的心啊，你被俄罗亚华华上帝，凡在我内面的，也要称颂俄罗伊的圣名，因为伊会配得咱的俄罗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上帝，未使未记得伊的一切的恩惠，伊原谅赦免咱的罪恶，医好了咱隆重一切的病痛，伊救赎了咱的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伊的怜爱甲怜悯为咱的冠冕，用好物件予咱的心满足，所以呢，咱就要感谢上帝，应有伊的圣名。圣保罗也写批的哥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八节，伊讲什么呢？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来向你甲我所明定的意思，所以咱要常常会晓来学习感谢天父上帝。后来保罗写批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甲第七节，伊讲什么呢？应当卖烦恼，凡事照着基督，感谢天父上帝，将咱所爱的告诉上帝，甲上帝讲，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得基督耶稣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一，咱就要感谢上帝；第二呢，卖烦恼，因为圣经甲咱讲，
伫诗篇一百十七篇第二节，恁真一早就起来，每时真晚才困，搁食了真侪的苦露的食物。但是耶和华上帝说，伊所爱的人，必因予因有安息的睏。你看到无？咱若爱上帝啊，伊予咱好睏啊，这真要紧的。真侪兄弟姊妹甲我讲，牧师啊，阮袂睏，阮真烦恼。咱若烦恼、急心咧，无平安，要怎样好睏呢？所以当咱信主了，咱的烦恼啊，拢交予伊，伊甲咱解决，所以咱就免烦恼了。咱的主耶稣也教咱讲，卖为着明日来烦恼，卖为着咱的前途来烦恼。伫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，主耶稣讲：恁看天顶。天空中的鸟啊，因无情，因也无羞，但是呢，天父上帝看顾因，予因食，予因活了。咱毋捌看到真侪真侪鸟啊，死伫涂骹顶，真少看到的。因为天父上帝照顾鸟仔，咱比鸟仔搁较有贵值，搁较重要。所以咱就免烦恼，伊会看顾咱。伫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，到我三十一节，有一个奇妙的故事甲神迹，就是讲起学生，咱知影耶稣学生坐船啊，要过过海，但是呢，忽然间啊，拄到大风啊。水已经淋到因的船了，因真正惊。迄时呢，耶稣伫山顶祈祷，但是伊看到学生拄到危险，飞机大风硬吹的时阵，咱的主就对山顶落来，行伫海顶，因为伊是上帝，伊有办法行伫海顶，所以咱看见彼得看到主来的时候，学生因真惊，但是彼得说，若是主，若是你，请你叫我来。耶稣说，来，彼得。彼得就落船，就行到海。彼得的目睭若看主，伊就袂沉海。但是彼得是人，看到大风大浪的时阵啊，虽然伊是一个有老经验的掠鱼人啊，伊的信心就摇动了，哇，就沉落去了。就沉落去的时阵呢，耶稣讲：“来，看我的手。”所以彼得和耶稣牵手的时阵，因进入去船的时阵，圣经讲。海风就停止了，这学生拢跪落去讲：“你是上帝的子，拢来敬拜主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主甲咱讲：免急心，卖烦恼，放心，放心呀，免惊。但是主甲咱同在呢，兄弟姊妹，咱就免惊，咱就免。烦恼免急心了，感谢主。后来呢，不但咱要烦恼，咱免烦恼的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伊讲什么呢？咱要将咱的拢种的烦恼交予上帝，因为伊纪念着咱，关心着咱。咱的主耶稣伫马太福音啊，十一章啊，二十八节，这就是我真受教读的，真正欢喜的。讲什么呢？烦恼苦，担重大人，
激心的人、痛苦的人、悲痛的人、失望的人，会使到我这来。主讲，我要给恁安息、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受上保罗一样，记载在腓立宾书第三章十三节，甲我十四节。保罗讲什么呢？我未记得我的过去，我的以前的事。以前的是什么？以前的是歹人，伊是法利赛人，伊反对信主的人，攻击教会，攻击信徒，放因入伫监牢内面。但是有一日，伊记着主的时阵，保罗的性命完全会改变了啊！现在呢，伊对菲律宾的教会讲：“我未记得我过去啊，我做真侪唔对的，我已经认罪，我悔改了。我的过去，主耶稣的保护已经加强我了，我的罪得到原谅了。所以呢，伊成做一个牧团道人啊，一个真重要的。怎样呢？因为保罗啊，完全献伊的性命。”和主上帝，后来怎样呢？伊就讲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要做的，就是袂记得过去的事，过去的唔对，努力面前头前的道路，跑走天堂的道路。我为主耶稣来活，我若死，对我是有利益的了。所以咱看见吼，保罗啊是一个人专心敬畏爱上帝，一心一意来侍奉上帝。咱真侪人啊，真侪摆是三心两意来侍奉上帝，这唔对的，这是无好的。所以咱要一心一意，就像保罗一样来侍奉主，也就像大彼得一样。伊写篇就诗篇啊，二十七篇十四节，伊讲什么呢？有一件事，我要求耶和华上帝，我要来恳求、请求，就是一时一时徛在耶和华上帝的殿中，看伊的荣美。得意的电来求问啊！哇，这是大笔心内所愿意的、所欢喜的。兄弟姊妹，咱就像保罗甲大笔一样，一心一意来追求上帝、爱上帝、爱伊的教会。咱有机会，兄弟姊妹，咱唔通拿伫厝内，就要转来。敬拜主，因为这就是最重要的。第四呢，咱要为咱的主耶稣来活啊！这就是咱新年的盼望啊，的目标啊，就是为主耶稣来做一个见证，好好侍奉主，无论大小，咱会使侍奉主，要紧的。对主甲伊教会良心，我靠上帝，伫今年啊，全心全意我靠上帝。实上顶礼拜我讲，咱要全心我靠耶和华上帝，卖我靠咱家己的聪明啊。每一件事，咱要认定主，伊就要引出咱头前的道路。所以愿主予你一个真祝福成功的2023年。约翰书三第二节 ，John 3:2， 圣经讲什么呢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愿恁凡事啊兴旺啊，身体健康。小生你的灵魂兴盛兴旺，怎样？阿门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来祈祷，
求主祝福你甲你的家庭，伫2023年，咱要看到主扩个大祝福你，扩个大帮助你，互你进步，互你扩个决心啊，来爱主，互咱的教会兴旺起来。天父上帝，2022年已经过了，阮现在的新年。我就知影，就新年，天父上帝，你有好嘅计划、备办予阮。阮有要有好嘅目标，这个好嘅目标就是要专心来爱主，阮嘅上帝，要侍奉你。主啊，求你甲阮三甲同在。伫今年啊，予阮得到你嘅平安。在这个今年啊，阮为你发光啊，带最侪人来相信你。阮将阮360几日，今年拢交伫父上帝你的圣手中。每日你甲阮同在，每暝你予阮安息的困，予阮的工作，予阮的生理、读册拢成功。应由你的圣名，天父上帝，我将我的兄弟姊妹，阮的教会交在你的圣手中。2023年，愿父上帝你赐给奋兴的大会，不但在阮的教会，在新加坡所有的教会，新加坡的人民有更加多人会反悔悔改来相信你。认白耶稣是因的救主，这是你的仆人专心谦卑的祈祷，求父上帝听我的祈祷。虽然我安尼求未配得的祈祷，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即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